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来看一下整个夕阳西下的6月4号幸福马祖之旅，返回整个基隆港的部分。在10秒钟我们就夕阳就正式西下了，10 9 8 7 6 5 4 3 2 1离，现在是在整个台马之西，这是基隆港的风光，还不错，宝岛台湾之美，基隆港，曾经是在世界上排名第3的货运吞吐港，也是台湾对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部分。哇，一个返回台湾的心情，忐忑不安。前方这个是阳明海运，然后这个是基隆的火力发电厂。CSAV，哇，现在还在作业中哎，你看这个40尺的大货柜，吃水线。基隆港全纪录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脸书搜寻幸福台湾微笑澎湖，加速旅游小编 Steven， 2019年6月4号6点30分。拜拜。